就是你要不要收买我？那怎么样？可以，大家好，我是六月，今天来到了新的综艺节目，开到了夜市星手的拍摄现场。我今天的身份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是夜市星手的毕业生，所以我今天呢是来看我学弟学妹的。对不起，这句话听起来太嚣张了，但是我们现在就赶快去看一看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吧。已经结婚20年的夫妻档 ，Hello， 大家好。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其实讲真的，这个是我第一次就是开档口做生意。然后我们以前在外头拍外景啊，在大热天底下，你就已经觉得自己的工作其实已经很辛苦。现在呢，所以其实很佩服他们夫妻档，真的，真的很厉害，你们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啊！欢迎结婚未满一年的夫妻档。你们为什么会答应参加这个节目啊？你有没有后悔？我觉得很好玩，没有挑战过，但是我没有预料到难度之高。OK，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节目的性质呢，因为我已经参加过了，我是第一期的毕业生。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在24个小时以内哦。然后我们就要马上知道主题，然后准备材料，然后就要就是去学习好，然后马上就要在夜市摆摊。对。所以其实是很紧凑，很紧凑的。其实我现在的状态有一点点就是缺氧的状态。救命啊！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开档口这个感觉是怎么样。那么另外就是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为新加坡的这个夜市能够给它一个增添一点新的创意或者是一种新的感觉嘛。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甜蜜蜜嘛，对吗？我们就想到说彼此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当然他很喜欢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咖啡啊。这个饮料是一直以来我最很喜欢喝的，但是我昨天才真正的学。它是什么饮料？它是 ice shaken lemon tea， 对，手冲，对，所以是要靠手摇的，然后真的是要动用很多身边的朋友资源来帮忙，欠了很多人情哦。真的，开玩笑，昨天12点还在我朋友的咖啡店里面学。你觉得怎么样？其实很不错哎，很不错哎，调的不错是吗？对对对。一般来讲呢，我其实真的是很有信心说，说明伦是什么主题给他的话，他都可以哈、应付得很自如的。可是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主题呢，就出的有点对他来讲有点挑战呢、啊，因为他是甜蜜蜜啊，这主题、所以跟甜食有关的东西呢，他就真的是不在行。对，因为我是完全不吃甜的。你不爱吃甜品？完全不吃。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可不可以大概透露给我们知道你们卖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OK， 我那块呢就是一个爱心面包嘎呀嘛，对，嘎呀是椰子做的嘛，所以就叫椰椰爱心饼。哈哈哈你的形象不是很搭，那可以。爱心笔耶！哎，来了。你看，心形的形状，一人一半。啊，那嘎呀，嘎呀，对，嘎呀加巴哥，对，嘎呀牛油。妹妹，你是好吃到要消失了吗？先吃啊，先吃。回来。味道可以吗？那个面包糠好脆哦！对，配起那个嘎呀的话呢，是配的还好，搭配的很好，好吃。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吃面包的人。这次把我们平时外面露营的家伙都带过来，因为现在大家不是很喜欢打卡吗？对，夜市也是可以打卡哦。拿完你的饮料来这里坐一下，然后拍张照。然后旁边呢，我们会卖一个小吃，小零食，我们彼此都很喜欢的。然后呢，调味料是从我们度蜜月买的，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甜蜜吧，就是撒一点狗粮啦，然后就给我们吃啦。好像也可以这么说。哦，感觉很脆哎，好吃吗？好吃 ，OK。但是我怕等下你夹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它真的很脆。很脆对吗？我看到了一个东西。他们真的超心机的，你知道他自己准备了，应该是他们的结婚照，然后还有旁边有签名笔。我相信是等一下，如果你买东西，然后他就会签名，亲笔签名送给你。Good idea。这个卡片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地印的。你觉得今天也是可以把这张卡片就分享给
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因为我们婚礼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多大众一直很祝福，对，但也没有办法请大家来，嗯，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他们有来的话，也可以亲自的把这张卡片给他们。对，那你觉得明伦大哥跟你讲过最甜的话是什么？还是他做过一件最甜的事情？就是一些小小的，然后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啦，他就会好像有注意到的话，我就会觉得特别甜滋滋的。不过我们跟隔壁那个比起来呢，当然是有一点不一样啦，因为人家那种是新婚的甜，对，就是像比蜜糖还要甜的甜，会腻的那种甜呐、啊，糖尿病的那一种吗？对对对对对，这样看过去哦，哎，怎么样？这个基本上已经是真的是已经到专业级别了。你看，不温不火，哦，零交流哎。对，零交流就是这种默契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你知道吗？不用讲话，我已经尽量不要看过去了。今天是甜蜜蜜嘛，所以我们就是以爱心为出发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赚来的捐给慈善机构、对啊，因为我们是爱心嘛，对不对？对，这个爱心献给大家，这样。好好哦，爱心献给我们，耶！最后就是给你们呛虾一下，你们有没有信心会赢？没问题啊。如果大家来支持我们的话，恭喜你。这是什么？呛虾很弱，我们先去对面看个电影。20年的老乡，你说比较辣呢，还是一年呢？你说，我跟你说，其实我们制作组给我了一笔预算，人家讲说我们就是可以去你们摊位买东西吃，就是你要不要收买我？哦，真的吗？真的，你撒一点狗粮，让我觉得说，哎呀，你们好甜哦，等下我就在你们这里花费多一点，怎么样？可以，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看那边排长龙啊，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人龙啊，也有人龙啊。好，谢谢你们，加油！好，谢谢。终于到我了，你知道我们排队排了多久吗？多久？很久，快个小时有吧？谢谢你的耐心，然后也感谢你们刚刚给了我们的那个一吻定情，所以今天制作就是买给你们吃的。So sweet， 谢谢谢谢，这是玉云姐做的。对，他们的饮料还有他们的爱心，我一直会觉得说，很怕会输给他们。OK， 一样啦，那个监制说，监制要吗？扣打100，真的假的？但是呢，你要展现出你们的诚意。我们两个人吃柠檬啦。不错哦。OK 吗？好了，来。那你们要深情的望向彼此啊，然后很甜啊。虽然看起来不酸，但是也看起来不甜。来，请你喝一杯。自从他知道对我没有用以后，他开始贿赂我的导演气氛啊。OK， 好，导演说 OK， 来100。最后请两位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收看这个节目？当然是要看，因为是由我们两个来这边第一次开档做生意嘛，对不对？这样对，看我们怎么出糗，看我们怎么狼狈。请多多支持，请记得锁定开档了夜市新手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通知，视频不漏开哦，拜拜。